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次会同大家整一款经典的怀旧小食黄金炸鲜奶。呢次仲会用到气炸锅去制作，对于新手嚟讲就更加方便简单啦。我哋即刻开始啦！完成啦，炸到金黄色，好吸引啊！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先。炸鲜奶外层好脆口，而且奶味非常浓郁，比起开锅油炸更加方便。屋企有气炸锅嘅朋友，不妨试下整呢一款咁简单嘅甜品食谱啦。Yoo-hoo！